新闻继续要来看的是来自嘉义关的消息，要来看就是有关非常举办的自控日益交我好样嘉义关青年领航营，希望透过为期三天两夜的营队来培育着青年团队创新创意，强化社会技能，同时来增加着青年的创造就业和跨领域的能力，促进着青年熟悉嘉义关的在地文化，同时来凝聚大家对着地方的情感，进一步带动地方的营。盖关政府举办2021嘉禾好样盖关青年领航营，希望透过为期三天两夜的营队，培育青年团队创新创意，强化社会技能，增进青年创造力、跨越力以及就业力。关中央长联表示，国家的未来在青年身上，累积经验才能成为国家领导阶层。嘉义县政府劳动及青年发展处特别委托我们南华大学，那举办我们青年的领航这个营队哦。那这样的一个营队，实际上对年轻人了解地方，包括去分享不同的经验跟知识，那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尤其大家知道，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未来，实际上在青年的身上哦。主要是他们还年轻，那所以他们在累积经验的过程当中，未来都可能变成国家的领导者，所以青年是非常的重要，一个国家只有重视青年这个国家才会有未来。所以我们特别举办这样的营队，我们把嘉义县很多地方创生跟文化工作者拿来跟这些年轻人做经验分享，也希望他们能够关心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所以这个营队我们希望他可以透过这样的营队跟大家分享整个这个嘉义的分享经验，包括一些各个不同的职人他的经验的分享。南华大学七月青年领航，促进青年认识盖关在地文化，凝固大家对地方的情感，进而带动地方永续发展。谢谢新闻蔡明东，盖关采访报道。哎，母啊，馆长伫咧网络顶边讲要推一间厝呢。是有影有影啊！困不困？卖眠梦啦！要来吗？要来？要来吗？要来？要来吗？扛加一，扛加一，扛加一，太棒了！棒了！小宝，加一游戏，要不要加一 ？Go！欢迎来加一。欢迎你们来嘉义县消费，总价值1000万的奖品，总奖项超过1000份，你们准备好了吗？